see on something yearly for our said year. Okay, young lady, boy, I'll say, well, I was all don't join. The home kills each other to my year market home or boy. Okay, the salt, though, to go, yap was the one was all don't join. My look, though, the DC say, eh? Get down, may turn a stop you gay and see. The salt, though, when you need to pick a bank.電視聲錄到就話有版權，但我又發起，我有幾條片都係錄到電視聲，但點解個但點解嗰幾條冇版權嘅？最明顯嗰次就係、是，就係七月頭同埋七月中今年啦，播緊聲部嗰時咪錄到嘅啲聲，但係點解又冇版權嘅？咪嗰陣都屋企啊～他的家人不是今年不是那年不是讀緊大一年班的，那時候去 camp 他的宿舍那裡，但是在家裡只剩我一個，不過我一個人，我爸媽在那裡，我每次睡覺的時候都想哭，真的哭出來。因為我們沒有東西，玩 BF2 的18年就玩到 BFB 19年八月廿四號的我朝早八點嘅起身，因為朝早要送我屋企人機，咁我屋企人即係唔係我爸媽，另外一個咧，就佢同我同親戚就唔係打機嗰啲人，就去咗日本嗰度玩，但我就揾個藉口就因為去咗咩 DSC， 所以我就唔去嗰陣。全部諗住即係去到赤機嗰陣時咧，即係個機場，咪入去機場送機嘅。但係嗰陣，因為八月中嗰陣時，八月中咪機場嗰個靜坐機又啲人示威又成嘅，後屘機場嗰啲負責人就申請咗臨時禁制令啊嘛。俾一班示威者入去搞破，甚至佢已經喺機場附近嗰啲通道加裝嗰啲大型水馬，所以我只係喺門口送嘅啫。基本上，我哋坐咗親戚揸嘅車過去，就親眼見到屋企人、我阿嫲同埋啲親戚入去機場。跟住就坐飛機去日本，人哋如果你收咗啲日本嘅時間係大概一粒鐘啦。跟住後屘坐翻車翻返去西朗個城，嗰陣都收嗰陣咪呢一日咪九龍灣遊行嘅，即係中午十點幾嘅時宣布刪咗九龍灣站啊！你記得有一幕咧，咪關於智慧燈柱嘅？曾經有班示威者曾經就用電鋸破壞過一支智慧燈柱，因為佢哋話智慧燈柱又話咩有人臉識別系統，跟住又話好監察。即係唔知你嘅腦裏面就諗監察呢兩個字，唔識諗其他嘢。佢就話 BF 一到星期廿二號玩 BF 一嗰陣時，咪見到個 Cheetah 嘅，佢隱形嘅個 Cheetah 咁。佢擺嗰啲地雷咧，我唔會揸，我揸車唔會踩爆啦。跟住佢好似好開心 T back， 跟住後屘我即刻揸翻架車出嚟，殺翻佢又 T back 多次。八廿四號都係嘗試破所三個，我係接 Broden 啦，射嘅。接 Broden 就唯一一支輕機槍可以扣呢個飛行血。佢係燃燒彈啫嘛，而舊年八廿四冇乜嘢都，
那是要一样，这帮是没事。考完 BF， 我要做中医，上咗四五岁，去杀咗四百个，四百就五十八，好似四百五十八。但是他那個那個趨勢呢是沒有show出來的，整個畫面空空曬的，基本上不是可以看到你 KD 啊或者你的擊殺數呢一個禮拜的變化的，但是看不到北了，打得那麼差呢，我真的認不住對面一定有切台，可能有切塔你不知道，也未講過有啲切塔，甚至我親戚都講過咧，親戚我親戚前年講過咧，佢話好多透視嘅，有啲切塔定係唔係好明顯嘅，認真有啲切塔唔明顯嘅。而簡單嚟講，你要就眼睇佢係一個普通嘅玩家，但係當你見到佢，你係咁俾佢曬，就會開始思疑佢應該係切塔。我 Ivy 的畢業禮我沒有回覆，我今天看不知道才知道甚麼之前要回覆，但我沒有回覆，因為畢業禮在學校，因為學校有些開學，因為開學我想起我自己，所有課程都沒有報，每個工都沒有報，我開假地方就變了一個站，冇嘢做，喺屋企打機食屎啦！我玩 BF 嗰陣時，見到 CHAD 呢個戰隊，我記得之前見到一個咩 YT Classical Farmer， 好似係澳洲人嚟，次次都玩買過人哋攞背信，就呢兩個地圖。我成日見到勁撚多澳洲喺度睇走入嚟亞洲輸入玩。又話然後嗰幾個咩 Hell 咩 SJ 對 Webster 咩 Size 77咩 X 落擺咩 H E 又話呢三個似緊似咧就係亞洲衰玩，澳洲冇衰咩？澳洲好似衰，不過有私人衰玩，但啲又唔係私人衰玩，跟住走去公安衰玩嚟，即係唔知佢諗乜撚嘢，左卡左 Q 住曬，明知有咁多黐帶仲喺度走嚟玩，我諗起。高咧塞埋一邊打咧，我諗起嗰啲高咧同我哋比較，其實我哋嗰三個其實係垃圾嚟，真係非常垃圾。對相反，如果對於 Apple 佢哋 ，Apple 佢哋嗰啲高咧，嗰啲嘅效率非常高啦，但係對於香港嚟講，我哋咧好低嘅。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地區係好識咩叫 spirit， 但我哋係廢嘅撲街喎，所以基本上冇 spirit， 直接自己嚟自己。我翻起舊年八月幾，咪 RIC 嗰陣 Twitter 啲 friend， 甚至另外一啲 friend 咪塞曬我哋嗰隊嘅，都係買過人哋嗰陣時，就 Twitter 對面隊啦，叫曬所有 friend 塞曬對面隊，然之後如果我哋隊咧。所以 Vita 分過曬對面，得我哋三個，唔計嗰個百幾個廢嘅。跟住一開始見到呆咗好耐，跟住就走衰啦。點玩咧？醒白王，自己喺心埋一邊打。最記得最常出現係九月幾十十一月啦，嗰陣咪成日啲 Vita 啲人心埋一邊嚟玩嘅。當入咗嚟之後，要認真。你睇下新聞都知，喺琴日喺大埔廣福道咪有的士嚴重車禍嘅，琴日就一個五廿歲男人死亡，今朝七點幾另外一個六十五歲嘅孕婦都證實死亡，仲要係嗰兩個死者係夫妻，兩死八傷，呢個嚴重車禍。
不适合中国，我也招 GTA 也不是。但是爱国要自己手切点，我嗰一大波咧，另外一单新闻就系、是、有一间屋，有一户人家，就有个诶贼就用嗰啲棚架擒碎人哋屋企嘅窗出边，跟住用一支棍就勾走咗。一户人家梳化上的一個手袋，那陣屋企有很多人在度，個賊就用個碌嘢就偷走咗個手袋之後，個事主才發現，即刻就嗌佢冇走，跟住又報警。琴日就移動車，今日又偷竊，大報啊！嗰啲賊可以話邊一做得出？但係我估大埔啲屋應該都好矮，有啲屋質。但係我哋呢啲屋27啦，冇理由爬窗啦，爬窗嘅基本上，假設你爬窗或者爬水管，甚至你爬翻棚架上咧，你上到嚟依家卅幾樓，我諗你都畏高，你仲要凌空咁樣棟喺度喎。除非你好高人膽咁樣開門，或者你入人哋屋企咧。否則你冇人爬水都爬呢度，街坊正如頭先咁講，你唔驚嘅咩？不如依家叉咗佢跌咗落街面咧。